车子不能过的。那我在之后隔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去，然后才发现说，哦，是真的是很窄，然后都是这样子泥泞的路，他们没有在，就是路就是他们的路一样没被开发过这样。然后在这里我想要提到的就是，他们跟我们台湾现在的情况有点像，就是他们在山区中种生姜跟种经济作物。那大家知道，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如果种在山区种植生姜跟经济作物，会发生很严重的土石，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土石流或是一些崩塌的情况。那我的想法是，就是其实政府或者是其他人可能会知道说，你这样子做，就是国际上已经有案例，就是你这样子做会导致怎样子的问题了。那他们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作为呢？就是当然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后拉5年或是10年，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把时间点往后拉，想想看5年跟10年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就知道说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我们可以再看远一点，那这样子下决定是不是更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抉择？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到当地，然后有一个在台湾的组织，然后它是所有来自伊富高的工人们的所创立的一个组织，然后他们捐钱到我们的我所研习的地方，然后他们就买了雨鞋送给这当地的小朋友，然后这些小朋友就唱了一个谢谢歌。我从来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就是我从来听不懂，就是刚刚看到的情况是，我从来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然后，这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所有的捐赠物到这个地方来。那，哦，其实，对，就是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其实这些都是二手衣物，全部都是二手衣物，可是他们还是非常开心的拿着这些东西。那我就开始想说，哈，那这样子他们如果知道是二手衣的话，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又开始试想，我没有生活在他们的环境，我不在他们的文化脉络里，我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的臆测？我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揣测？所以我就想，就那时候念头就会转，就想说，我相信他们的快乐。那这就是他们的，就是怎么样去分配他们的物资的方法。然后这边我想提到的是，在左上角右上角那个地方，他们在吃的营养午餐，我就跟他们一起吃。他们吃的东西是绿豆猪肉汤，我只能这样讲，是绿豆猪肉汤，它是绿豆汤，可是它是咸的绿豆汤，它里面加了猪肉，他们就吃这个，然后就是一个绿豆猪肉汤，然后跟饭，就这样，他们就很满足，很满足，很满足了。那我就想问的是，谁才会提出均衡营养、天天无蔬果？谁才有能力提出天天均衡饮食这样子的方法？谁可以提出这样子的方法？谁可以提出这样子的东西？那谁才可以真正实行均衡饮食这种东西？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办法均衡饮食吗？他们可以吃，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了。那在最后的时候，我就跟执行长有在聊一些天，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当律师？不是为什么你想当律师？他当律师，他是律师。我跟他说他是律师，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创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他在马尼拉市当了7年的律师，他又在碧瑶市当了7年律师，然后他最后这样经过这样14年之后，他才回到了台湾。那我就，他就说，当律师的时候，
他每天都是上班下班看报告写报告看报告写报告，他总觉得不快乐不满足。我就想说，那他就反正他就之后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家乡，然后回到家乡之后他就想说，为什么他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东西都不见了，所以他开始做这些东西。然后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自己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自己真的找到一个有意义，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他也感到很满足，他说他一辈子就想要在这里跟着他的所有的人就在这边，然后完成这样一件事情。他说这个组织总有一天会消失。我问他说那什么时候会消失，他说等到他这个组织就像是一个加速器，不是加速器就是一个刺激的东西，然后帮助所有其他的附属组织可以自行营运之后，他这个组织就会退出。他就是背着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在做完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因为离开伊芙高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我有去经过一些面试，面试官看着我的履历就问说，陈一彤，现在你目前为止你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样问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们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我就想都不用想，我就说我完成了这个计划。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只告诉自己我要出去，我要拿到，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计划。那我不知道他有多难，我认真不知道他有多难，我不知道原来说他的过程是这样子的繁复，然后他计划书的拟定是这样子的难，然后我要找到自己的方向是这么的不容易。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在黑暗中走，然后你要找到一个出口，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任何的指示，但是你还是得走出去的那种感觉。对，那但是经过大家所有人的帮忙，然后还有听到所有我崩溃的事情之后，我就是很谢谢大家。我要因为直播，所以我要跟大家说谢谢，就是因为没有大家，我就没办法完成这一件事情。对，那再来就是提到的是执行长他一辈子就在这边，然后所以他一辈子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那我想要问大家是，那你们一辈子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我也还在想我一辈子想要完成什么事情。那接下来是一个小小的影片，然后里面的歌曲是当地的伊芙高的歌，然后其中照片也是我在当地的照片。
冰冰好大卡，这是我学到的第二个音符高音，我只会两句，一个是摸嘛是冰榔，一个是冰冰好大卡。大家猜看冰冰好大卡什么意思？我爱你的意思，所以就是只学到两个冰榔跟我爱你，就我只知道我爱冰榔这样子，对，我就什么都没学到，就学到这个。然后这是最后了，老师，我在出发前，老师就跟我讲说，老师就跟我说，陈一彤，你带着一个问题去。老师问我说，他跟我说你带一个问题去，然后你回来要分享给学弟妹。他说，民族学能做什么？民族学到底能做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遇到我的问题，就是民族学能做什么？民族学能做什么？我还是不知道，老师。但是为什么我换个角度想，我拿民族学来做什么？我拿民族学来做什么？我拿教育学来做什么？我拿法律来做什么？我拿气管来做什么？我拿它来做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在这边，在整个旅程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个地方，你什么都没有。对啊，是还是有一些娱乐，就是 KTV 跟酒吧，但是它不像我们在台湾拥有丰富的资源，你可以去看展览、听音乐、看电影，在那个地方通通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可以非常认真的说，它是我度过最最最快乐的一个假期。然后我再来思考，为什么？脱去了那些东西，我留下来应该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那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还有就是你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你需要具备的是一个，对我目前而言，我现在觉得你需要具备的一个，就是一个你带得走的东西。你可以让你在其他的地方，在一个其他的世界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你可以展现出来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就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的反思跟检讨，就是一个小小的想法这样。然后今天很开心，我的朋友们还有大家可以来到这边听我分享这个东西，也谢谢灿烂时光给我这个机会跟这个舞台。那 Q&A 时间。去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这样子。其实我第一个比较好奇啊，比较想问，就是，还好，在这49天里面啊，就是像刚刚讲的，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比较想多听一些你在当地的观察吧，就是在。不管是你参与了什么工作坊，或是从中间到有一些不管是补给吧，从一个镇到另外一个镇的，不管是补给，或是你到当地另外一个镇去帮忙，或是有活动去看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时间在做些什么？对对对。我这也是我的日常生活吗？该怎么说？就是你实习的日常吧，就是他们每天日常会叫你。routine 会叫你做些什么？因为其实就是我在那边是一个，他们就叫我，他们就说我是个奴隶，就是他们叫我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所以我没有一个就是固定的时间安排。但是我每天必到的就是织女工作坊，然后或者是游客中心，这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然后就是在那边一整天之后，你不下午的话就会去，就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像是之前就是不是发生战争吗？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冲突，我就必须要去收集，就是帮他们整理物资，然后就会耗费很多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我必须去接待他们合作的一些伙伴，像是韩国人啊，或是日本人，我觉得必须去接待他们。然后或者是说，
当他们送他们的物资来的时候，可能是早上四点的车，我就必须要四点起来，然后去就是去就是去接待那些，不接待，就是去拿那些的补给物，不是补给物，就是一些那个怎么讲，捐赠品，捐赠，对，捐赠品，嗯，所以我，然后当然他们有要帮忙的时候，我就得去，就是例如说他们需要夏天的时候，我就必须跟他们夏天，然后他们要去采毛豆的时候，我就要跟他们去采毛豆，对，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机动性的奴隶，嗯。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不然这样的话，就是我等把麦克风传下去了，就是希望大家若是想讲一点什么就可以讲，那若是没有的话，也可以讲一下。就是你刚刚听完这一个小时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简短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你来的时候抱了什么的想法？那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好，那可以传就可以自己名字，然后为什么想来，那就跟自己相关的事情这样子。大家好，怡蓉是我的国中同学，所以我就看到他非常辛苦，然后想说就来参与，然后支持他的活动，就这样，谢谢。大家好，我今天来这边是因为，就是不良。两年前的时候好，我先介绍一下我哈，就是我现在是还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四年级，然后前两年的时候，我也去过离不高，然后我去做文化交流，然后就刚刚就是想，原本就是想要来这边多听一下，就可能关于。各方面啊，就是不一定，就是包括是原住民的文化部政之类的，或者是说他们目前最需要急救的那个水那个梯田的那个部政。因为在两年前去的时候，就是我听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梯田的部分的问题，就是还蛮严重，就是流失的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跑到都市外面去。工作，然后为了经济，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到外面去工作，然后在外地生活，然后很少回到家里面。那我只是想要问的是说，就是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去的。所以你想问的是？就是。我了解。你想问的是现在？就是他们水稻梯田富裕的状况是到怎样的地步，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文化复振做到了怎样的程度，然后再来就是我什么时候去的。我先回答第三个，我是今年1月16号去，然后3月4号回来。然后水稻梯田的部分，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是大同小，我不敢说我知道是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我听下来就是听到执行长说的，他其实是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房子在流失，然后世界文化遗产，然后跟自己是私人财产的问题还是一样在，没办法去解决。那文化复振方面，他们现在做得很好，是他们现在的那个博物馆，他们已经慢慢的就是整个是建造出来了，然后之后会盖一个图书馆，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新的，不是新的，是就是不一样织布的方式。然后除了一些织品之外，他们的织品跟那些就是一些考古的东西，他们一直都有在复育，那不是复育，就是一直在保存或是在更新。然后他们一样就是暑假的时候会有美国的那个洛杉矶的人类学系的教授去跟他们做交流跟考古挖掘的工作。那些就是博物馆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一些文化资产，都是在目前是，因为我可能刚刚没听清楚，就是他们目前是在一夫高升里面，还是在哪个部分保存？就我所知道是，
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个建筑物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做保存，然后又有一些是有一些文物也会放在经理的工作坊里面，就我看到的。但是通常全部应该，对，现在应该全部都在那个博物馆当中。嗯嗯。然后我想要再简短的分享一下我去那边，对，我只想稍微简单一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观光这个部分，其实。因为我去的地方是巴拿威，然后还有阿布纳多跟那个马悠悠这三个地方。然后其实我知道整个伊布高城大部分就是像你说，就是比较算是没有被开发过，但是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巴拿威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小市镇，然后很多观光客，尤其是欧美观光客在那边去那边算是度假这样子，去那边休息。然后像我，像我这个包包就是去那边买的，对。然后我是觉得有点，就是有一点感觉是说，就是一个小小的，不是说，应该说就是，因为我讲到是说。他们其实好像也是还蛮积极的，想要过来观光这个部分。但是我发现他们观光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在巴拿威那个地方，我看到的是，有一部分的老人家他们会穿着传统的服装，然后可能坐在街道的旁边，或是一个景观地点的一个小角落。然后呢，他前面会摆着一个就是类似，就是放钱的一个东西，然后一开始好奇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后来去听他们的那个当地人告诉我们，我才知道说，哦，他们其实就是希望观光客，如果说你想要跟他拍照的话，然后可以付一点钱给他们这样子，所以我就看到他们观光其实还不是说是以自己独体去发展，而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什么单位、企业什么控制，但是我看到的是让我觉得还蛮心酸的一个部分，对，就是一个我心中的一个去那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想。谢谢。谢谢。好，我想要讲一下，就是I can say something, but it's not that much. For you.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why I'm here, I'm Adrian, I'm a friend of Yitong, I'm studying at HCCU as well. And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me to see the pictures. I got some nice translations, thanks for that. But of course not very detailed, but it wa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more rural life in a place lik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get those insights. But I have no real questions, because if I have probably questions,then they were probably answered already, and so I can't really tell you if it was already part of your speech, so. And I'm very thankful, 我非常谢谢安卓，他是安卓，然后因为记不记得那时候我遇到一个英国人，然后我非常崩溃，是因为我没办法跟 native speaker 讲话，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私讯了他，跟他讲说，当你们在听一个中，就是一个台湾人在讲英文的时候，你们脑袋在想什么？然后他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支持 ，Yeah, thank you 。对，谢谢。你好，我也是政大的学生。Hi. 然后就是我刚刚讲到一个就是部分是小教部分，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你说他们大约在上什么，我好像没有。很仔细的照顾啊，对对对，哦，他们教育，他们其实也是就是大家通篇的国英数字社，但是他们的教育方，就是他们很不一样的是，他们从小学三年级之后全部都是英文。我想讲的是这个，他们之后全部都是英文，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方言，但是他们就是全部都用英文上课，这点是让我比较惊讶的地方。那他们就是刚刚不是有讲看到他们在教跳舞，然后那一部分的话也是算是他们体制内的教学吗？还是就是教学校会有这种活动？比赛应该算是比赛，就是他们的自治区里面的比赛。
对，他们是一个自治区，然后里面他们自治区会举办的一个竞赛。哦，好，谢谢。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在菲律宾当地现在的教育是这样，大部分的小学开始都是读英，就是陈读他讲三年级以后都是读英文。我觉得是从美国那一套学校体制来到一九多少啊？他在美西战争打了之后，美国殖民菲律宾之后，那一套体制就 一路到现在都还是这样。那在当地的话，其实他们会有当地的一个 native， 他们当地的一个 salida 什么，当地的一套语言，然后。在菲律宾的话，其他非常的四分五裂，就是他们最常讲的是我们国语有两种，一种叫他们通用的语言，一个 Tagalo， 那他前面正式文书会写英文，那其实 Tagalo 的话是全国各地都通的，那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偶尔会也会教 Tagalo， 那其实当地的话他们可能会有这些语言，大多数的话在那个地区会是 Ilocano， 就是那个省份的大型语言，然后像原住民的话自己又有自己的一套语言。所以在当地很常见的是一个人身上会讲四五种语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样子。哦，他们高中生英文之好，我去那边都被纠正，之好。毛毛，讲好，讲满。好，我是他的高中同学，然后呢？为什么会来这边呢？是因为他，就纯粹是因为他在这边。然后如果今天可能是别人讲，我就不会来了。然后呢，嗯，要讲什么？啊，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卡拉 OK 啊，是投币式的嘛？对，是我忘记讲了，可恶，五块 peso， 所以他是打，就是像那种。就是投币机放一个广场，然后投，然后大家一起唱的，所以就没有管理者。然后那有那个餐吗？或者是酒啊？你要点？对，就是会可以点什么菜，小菜啊。而且他们投币是点字的，就是你要记得那个号码，然后你要拿着五块的飞，就是 peso， 然后去那边，然后去点，就是0800000000，就是0800000000，就是它是点的那种，就是。它是键盘，对啊，投币机就是用键盘，它键盘是凸那种键盘，不是那种平的键，对，它是电话机的，对，然后你要吃什么的话，你就是要另外再点，对，所以会有一个小吃部在旁边，对，完全是，没关系，可以传下去。那个他问说酒很贵吗？很不好喝，很不好喝。啊？什么？很便宜，对啊，很便宜。可是我不喜欢。是有小米酒，有很多种酒。有很多种口味。竟然大家都在关心酒哎。因为你都是。我在他们有个人叫 Red Horse，Red Horse 他的那个啤酒是7%的啤酒，超难，我不喜欢啊。但是我在那边都喝苹果酒，然后跟。明天酒，竟然在问酒哎、欸，你们几个朋友？哦，看到了吗？我们都会喝两种酒，一个是这个酒，这个酒，然后一个是这个，这是 Red Horse， 然后这个名字我忘记是什么，然后我都喝这个，这真的是很像米酒那种干辣的嘛，然后跟这个。然后那个品客是你从台湾带去的吗？哦，他那品客之好吃，他知道。他那品客超大罐，他们是旧包装，超大罐，这么大哎、欸！我没看你们大，这么大，真的是这么大，然后这样子这么大，然后100块 peso， 等于说对100块 peso， 70块台币。然后我真的想要带超多罐回来的，但是就是。对不起，但是拿经费，然后就不行。我对不起，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只知道我在那边喝到皮皮拉，真的是我人生中的喝酒的那种高潮，真的是超好喝。皮皮拉 is nice， 就是我在看你感觉 nice， 就这样，对的。
我是陈怡彤的高中同学，对，然后哦，我想要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每天，他们当地有没有每天在每天都会吃的东西，有没有他们一个就是很习惯，比如说每天早上你要吃稀饭配豆腐，还是像韩国一样，可能他们每一餐可能会有泡菜或这些小菜，然后你在那边通常都吃什么？就是你可能会不习惯，可是你喜欢那里的什么东西？他们很家常菜，还是你喜欢当地的什么样的食物？如果你遇到我菲律宾的哥哥，或是我所有住宿家庭的人，他们都会说我根本不吃东西。哦，我完全不喜欢那边的食物。我对不起，但是我认真不喜欢。而且他们会要我吃猪肝，我就是他们的猪血，我完全也不敢吃。然后有个原因是因为。因为我在那边其实身体已经不舒服，就是大家记得我早上起来都会肚子痛吗？然后我如果又乱吃东西的话，那不就不行吗？就是我觉得会对我来说情况更差。对，然后再来就是啊、哦，他们吃什么？就是他们每一天都会吃白饭，他们一定三餐都吃白米饭，就是早上会有饭，然后中午有饭，晚上有饭，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卤肉。adobo 吗？叫做 adobo 对 adobo， 他们就是他们是他们家的菜，就是大家都会吃 adobo。然后我都吃什么？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吃。然后因为我住的住宿家庭是当地有钱的人家，所以我还是可以吃到一些比较像是小笼包或是一些烧，他们说烧包，可是就是包子，然后鸡肉或就是比较。不是传统的食物的东西，我还是吃到那些东西。然后我早上一定都吃吐司，吐司配果酱，就是对不起，但是我都吃吐司，但是那真的是我在49天来每天吃的东西，就是吐司配果酱，吐司配果酱，吐司配果酱，每天都这样吃哦。他们就以为台湾人都是吐司配果酱，对他们对，所以你带给他们不只是那一些东西，还有台湾人都是吐司配果酱，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不会煮饭的女生、不洗衣服的女生、吃吐司配果酱的女生。不好意思，就是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洗衣服吗？因为就是很多原因，你想听哪一个？啊，每一个。那诚实的原因是懒惰。那不是。原因是因为那边常常下雨，每天都下雨。可是我只有三套衣服。那你衣服都重复穿？对，我都不是重复穿啦、啊，就是我拿去洗衣店给他们洗，然后他们把我烘干，一干离狗的概念，你懂吗？就是哎、欸，我不用洗衣服又可以烘干，是不是？对啊。然后那边的生活，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他们的冰淇淋哦，很便宜又好吃，冰淇淋便宜又好吃，而且他们的冰淇淋很特别，是他们会把冰淇淋包在面包里面。然后下课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喊，有个东西非常特别，是他们会卖一个辣椒里面包 cheese， 然后外面用炸的，非常好吃。那个我真的觉得应该引进来台湾卖的，就是好吃到不得了。嗯，但是我不太乱吃东西，还是很吃。中配啊，继续。我带了一堆台湾的零食饼干，他们有觉得什么特别吸引他们，或是好吃的吗？还是自己吃掉？有些自己吃啦，很容易饿，在那边就是没东西吃，然后就很容易饿，就自己吃。他们有比较兴，就是觉得很好吃、很兴趣的零食，对你带过去的？因为我都带零食，我觉得食物是最方便的，就是但是他们的零食比我们更多，然后等于说。他们吃到什么口味说哦，我们菲律宾有这个口味，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口味，然后他们就会买来给我吃，你试看是不是很像这样。然后他们对啊，他们喜欢尝鲜，然后他们喜欢鱿鱼丝，我发现他们喜欢吃鱿鱼丝，他们很喜欢吃鱿鱼丝。我打那时候给奥那个凤梨酥那么好吃哦，因为之后我的菲律宾哥哥他要来台湾，然后我跟他见面，我请他带了一堆东西回去，就是凤梨酥啊，然后还有抹吉之类的。那我不好意思问他们好不好吃，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好吃，因为它是便宜的凤梨酥，但他们很开心。就是之后执行长就有传照片来给我，就是他们看着我的卡片，然后会就是讨论一下，就是哎、欸、那时候的台湾女生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我在中央研究院植物所，那我是在脸书上看到的，我姓徐这样。那我看到影片很感动，就是他们在敲那个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参加过卑南族的那个猴祭，就是成对，要变成年人，他们要敲锣。那对，我的研究当中就是对我为什么要研究菲律宾跟卡塔烟，就是北部，就是我们认为说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啦，就是可能3-4千年前，他们是往南移，就到菲律宾北部。不晓得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没关系。那所以说他们跟我们的血缘啦，或是跟我们的语言，对，我也觉得对他们的语言很好奇，还有他们的文化，文化就是包含说刚刚那个敲那个，但是他那个跳那个舞，我觉得很像是那个泰国跟印度，对，但他们在教，刚刚有一群妈妈在教小朋友，那个舞也很像台湾原住民，围成一圈然后跳的那个舞。对，我今天来哦，也不晓得就是大家有没有兴趣。我们中央有个计划，就是要去那边采访主语。那我当面做是做小米跟汉道。我有一次在政治大学里面演讲，听说他们其实现在不种汉道，不种鹿道，就是联合国有在那边推广比较高产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当地传统的农作物，原生的小米、原生的鹿稻慢慢流失。我不晓得你在里面的观察是什么，就是包含对他们吃很多米，但这个米是什么样的来源？对。我有问过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在那个地方，像是 Open Air Museum 他们那个地方说，看起来稻田都很大，但其实他们只足够养活他们在那边居住的居民，他们完全没办法去贩售，所以他们的米还是进口的。我听到他们说他们是进口的米，对，因为他们的米不够大家吃。然后刚刚说的，您刚刚讲的那些，就是跟台湾原住民很像的。然后其实不止那些东西，他们连织品的图腾也都是跟台湾的原住民族是非常相像的。所以他们还有自己原生祖先留下来的稻米吗？这个我没有，你没有问，对对对，我没有多问。因为联合国那个水稻组织就在那附近，所以想必那个水稻组织会去推广。这也是我们说所谓担心一个文化流失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就是吃饭。对。那稻米跟旱稻跟耕种方法就是他们必须要遵从祖先留下来，那当然这个配合祖先留下来的稻米的旱稻也会适合他们的这种耕种方法。我听那个是也是一个博士，他是在卡林达，他说他们会在那个梯田里砍一种草，好像是羊带来了，他给我看那个图片是羊带，他会把它泡到水里去让它烂掉，这就是他们的施肥。所以说他那个产量，他们的那个稻作产量不会很高，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施肥。或者说的是卡林达这样。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蛮值得再去研究探讨，或者是说如果有别的学生要同学想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拟一个观察的那个什么内容，但是就是田野实地调查。谢谢。谢谢。好，就是虽然我是这个活动的主办人员之一，然后就是其实我们三个都去过菲律宾，然后我跟他都有去过那个区域，然后我在就在活动之前，我有先访问过怡彤，就是他先前的经历跟他自己去那边的期待。然后记得怡彤是说，他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有去过部落，然后也有就是接触到社区营造这一块，所以就是想要去菲律宾那边看。
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光讲社区营造可能在他们那边就是不同的概念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来这边的这场讲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去菲律宾都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光是一个 Cordillera 地区就很大，就有六个省，然后卡林达只是其中一个省，然后其实有蛮多，就是已经有很多台湾人都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每个人都是去看不同的东西，然后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最印象深刻或是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像我们那时候去巴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草莓酱就还蛮不错的，可是我不喜欢，我刚就听到就觉得哦，对啊，然后像我自己都蛮能喜欢那边的食物的，可是也这个就是也是蛮看个人喜好的，对啊，就觉得听一头分享很有趣。然后刚刚也是想到一个疑问是说，如果这个地方这么就这么多观光客去，为什么他们还是这么的穷困？对，观光客其实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巴达，巴达就是我这个地方就是巴达，它的梯田是就是更大，然后非常辽阔，然后你在那边可以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只要搜寻学校梯田，他们就会到那个地方去，反而不会到我在那个 Kang 那个地方去这样子。然后你刚刚说的非常穷困的是指整个伊夫高的，还是纯粹就是 Kang 啊，或是每个省份这样？我在疑问的是这个，然后又扣到了我刚刚想问，就是我一直在不懂的是什么是贫穷，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当然有什么经济基金水准指标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们在评定的时候也都是用这些指标去做的，那会不会是这些指标本身就会有一些不周全的地方？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是照就是最怎么讲一般的那种嘛，就是大家没得吃没得住，然后那种。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他们应该说是，可他们有的吃，有的住，又有酒喝。他们的社会福利的话，我那时候有听到一个新的，就是政府推动的，就是他们希望奖励学生去上课，所以家里可能经济比较不好的，就是可能没有那些货币去买东西的人，他们就会政府就会给他就是家庭一些钱，然后让他就是给他带钱，可是必要的条件就是你的孩子必须到学校上课，那如果你孩子有乖乖到学校上课的话，政府就会给你钱。就是他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这些东西，新的一个方向。然后，对，就这样。然后我想起来，就是那时候也是很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就是我问他，就是比较台湾这边做社区营造跟在菲律宾那边做，虽然可能不叫做社区营造，但是文化附赠之类的东西，然后怡宏就跟我说，在台湾就是大家都做得很快，然后就是脑筋都动得很快，然后就是店啊什么旅行啊什么什么的就一套这样下来，可是在菲律宾就是他们就是很认真在做文化的附赠，然后没有想要把它搞得很商业化，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想想还真的是还蛮深刻的，就是其实我因为之前有参加一个劳动部的社会企业专业能力接工坊，然后在那个地方我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在做社区营造跟社会企业的台湾的哥哥姐姐叔叔们那些人，然后在我看下来他们非常注重在他们的商品贩卖，他们认为商品贩卖之后就可以振兴一个社区的经济发展，然后当社区经济发展活络之后青年就会回乡，但是我在伊夫高看到他们做这些社区营造的概念的东西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是他们在做织女的工作坊的一些织品织布的时候，其实他们大家可以看到说它完全是不能够商品化的，因为它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它是不能商品化的东西。然后执行长跟我说，他们压根都不会想要商品化，他们甚至也不会想要把它放到网络上去卖，因为他知道说那个就是钱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更是他们对于这项东西的传承，就是这项技艺的传承跟这个图腾的传承。然后对，就是这样。对，所以让我比较就是觉得特别的就是这里。然后哦，在那边我想到一个对于社区营造的概念，就是我觉得在那边我可以看到一个社区营造应该要的方向，是它应该要是一个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它应该让我们社会成为像这样子的样子，然后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或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全，或是推行非常非常成功的社区营造。像有同路吗？同路，而且我在那边观察到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原住民这个概念，他们是 lowlander and highlander， 对，他们没有 indigenous people aboriginal native 那些东西的，哦，他们没有，他们只是一个住在高地的人跟一个住在平地的人的区分。然后你突然提到哦 indigenous people 的时候，他们还会觉得怪怪的，哦，所以对，他们没有那个概念，对，可能也是。就是在我的看法里面，可是可能是在传统的文化上，他们可能有别的样子的社会结构。对，听说那个什么，那边不是有很多少民族吗？就是像台湾哦，对对对，突然想到，他小米酒汁好喝，小米酒非常非常非常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阿西布鲁的小米酒超棒。怎么样可以找到啊？是商店都可以买吗？你就说你要，我都是朋友带给我喝，哎，就是他说，哎，我有米酒要不要喝啊？去参加庆典就会有小米酒了，真的很好喝。他们的小米酒是很浓醇的，就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是真的是自己做，像台湾已经有很多开始是机械化的，可他们不是，他们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应该很快就醉了。对，太好喝了。对，嗯。那大家还有些什么问题？其实我还是我比较多嘴一点啊。其实我刚刚想到那个原住民的问题，我还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就是在台湾这边，我们会有 Aboriginal people 这个概念，是因为汉人，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汉人，是后来从中国来到台湾嘛，然后原住民是本来在台湾岛上的这一群人，可是对于菲律宾他们来说，其实他们没有这个，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南岛语族，他们都是同一个时期出现的人，可能经过殖民，不同时期的殖民进到菲律宾这个岛上，有些人接触了外来文化，有些人改信的宗教，可有些人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边，但我们这边可能是政治或是族群上的差别，可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文化的不同而已，没有到族群上的，可能有族群，跟不太能形容，就是他那个差别其实跟我们台湾的那种跟原住民那种划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因为朋友是在那个卡林卡布哈博士论，他就说跟这个伊布狗就是非常，但我也不知道哪里都不对，因为我们还是要去看，还要亲身经验。它其实很大，对。然后也像我们很多很小很小的族群，你说语言都差。哦，语言差非常多。就是我带那个 Ken 啊，他们有自己的方言，但是你可能两个小时过后，就是到另外一个就是村落，又完全不一样，而且是完全不能沟通的。嗯。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其实最后，若是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就让我再多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活动，那我们就先这个讲座先告一段落，我们先拍拍手，谢谢一彤这样子。好，多说一点。谢谢我的国文同学，我的国文同学，然后谢谢他妈妈，然后谢谢同学，谢谢安佐，谢谢安佐，然后。谢谢你帮我翻译给他听，然后谢谢 NCC Accounting 的同学，然后谢谢你们，你们这四个真的是，真是。
三八，其实我的挚爱，我高中的挚爱，不，我高中的挚爱，我大学的挚爱，我大学的挚爱。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啊、哦，谢谢终于愿意来这件事，谢谢你们，谢谢，没有，谢谢，谢谢。好，那今天活动就先到这边。那其实大家若是对后续有任何活动想要类似，其实我们是一个系整个系列的活动。那我们大家对菲律宾想更多了解，对菲律宾想更多认识的话，大家可以用 Facebook 打“晋级之声台”打“晋级之声台菲艺术交流计划”，就打“晋级”，晋是就进步的晋，然后攻击的击。晋级之声，那其实我们就是今年接下来还会持续在灿烂时光举办多场的活动跟电影的放映的，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粉丝页上看，那都可以再跟我们联系这样子。我们下一场活动是下礼拜五，对，下礼拜五晚上要播放一部去年 TIDF 的选片，菲律宾片，叫做中文翻译是《桥下的回声细语》。然后那部片是讲就是菲律宾的也是都市贫困的问题，然后我们会请一个也是今年刚从菲律宾回来的一位有名的作家来映后座谈，然后会很精彩。然后之后的话就请大家再关注我们，之后会有影展，会有展啊实体的展览，会在木泽咖啡，然后一直到八月都有活动，所以对，请关注我们，谢谢，谢谢。